要这样呢？这感觉就是不对呀。那您觉得怎么样合适？能不能起得好看一点啊？像个谈恋爱的那种样子。什么叫起得好看点啊？那谈恋爱应该什么样子？不行，你这样不行。不行？哎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保持住，保持住！来，别动！哎，特别好，再来一张，别动，保持啊，迈掉，哎，哎，这就对了。醒醒，起来了喔，你到了喔，醒醒。在哪儿啊？你不是想去画廊看看吗？别动我。没事，上去。放开我。我们上去好好睡。来。没事吧？我靠，你他妈谁呀？周总，我不知道是你的人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现在该知道了吧？现在知道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放我走。哎呀，啊！你干嘛了？果然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。没看到。那你上厕所的时候呢，也不看手机啊？不看。就是看到了，故意不回的。你来干嘛来了？爱心早餐啊，吃完咱们俩一起去公司讨论一下快闪店的合作。不吃早饭。你为什么在这儿啊？你们昨晚干嘛了？你们住一起了？昨晚我睡在这儿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吃过了。你别管，我不会吃。谢谢。吃饭。
影响我们第一天一起上班。不行，再拍一张，周瑜哥哥。干嘛？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小仙女，妈，哎，好了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哎，你在这儿睡？不要，我要睡床。